主料毛豆250克辅料水 0.8 毫升糖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买回去可的新鲜毛豆手动洗净备用把毛豆和 0.8 升和水一起倒豆浆面中按时豆浆即可打好毛豆浆加糖搅拌过滤即可烹饪技巧操作全自动豆浆机时一定要注意最高水位和最低水位我的豆浆机最低水位是 0.8 升如果喜欢本视频请订阅本频道